要不要找个房子躲起？要打城内战，走吧，房子，抓，看找到个人，房哎，子来了，哦。打他们。好了，活动你前面，房子旁边。哎，我下去吃这，下去吃那两个人，就只有他们，就两个人而已。果冻，你到左边。果冻，你到左边。就这栋，这栋。叫你倒，叫你先标救，先标救。死光了。就在里面吗？死光了，房子里进面去吗？救，果冻，你进去，啊，不是，这样进去再救吧，进去再救，爬进去再救。卡住我了，你卡住我，让我先跑吧。好，把门关关起来门，再救。两个卡住。这位置好可要不要去二楼？二楼就好了。可是等下圈也不会收这里啊，我们还是要换地方。嗯，这边是刚刚好吧？有下个圈一定不会收这里啊？不一定，要看啊。边边很难吧？很难切到边边这里。叫你看后门，看后门，怕有人会直接这样冲进来。看我的头盔被打爆，等下好。大弟，你去哪？找一个更好的位置。马哥，你去吗？嗯，你们可以。先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以跟也可以不要跟啊，看你们。跑到安区哈，我们这栋可能会有人。你就好，你就躲那边墙，你等下圈输了，我们再一起跑。有在是大的后面，没事没事，在前面而已。还有50秒，帮我看好就好，帮我架好前面就好。不然你把门先关起来，把所有的补包跟急救包全部吃完了，跟那个能量饮料全部吃到满，因为这是最后一波了。他们好像是四人团，哎，那个教堂上面有人。教堂一个下来了，教堂一个下来了，有他下播，他下播了，在 SW， 我杀他就好了，那个我听就好了，他一人团了，活动先开门，先开门，活动先开门，他死了，他被杀死了。准备了，要去马路对面马路这边。通过马路了吗？嗯，要冲了，准备，冲。进屋吗？他们应该在屋内吧？哎，不要干你俩关门，我们在后面。好，你进来。不要上二楼。果冻怪，果冻怪。我觉得不要上了。我也觉得不要上了。不要捡东西啊！不要在这边会死。不要上二楼，抢你。不要上二楼。一个架二楼，一个架二楼，架楼梯架二楼。我是觉得他们在楼上啊。干那个止痛药怎么捡不到？妈的！国栋独军在那边。要往我们这边走了，快点！独军在他那边，我还往那边走。独军在他那。国栋，你看你背后。国栋安全的、啊，我们不安全啊。我们要跑，我们要跑回去，是不是？我们先不要动啊，三十秒啊，把后面应该不会有吧。是的，活动不要就看这个位置啊。房子那边有可能会冲。我只担心后面这间屋子会不会有人的呀？你要，所以你要看住那边。你就看那边就好了。看住，不要右键，你就第三人称看。敢？有人。屋子，屋子，那个屋子里面，小屋子里面。哎、欸，你后面小屋子，我知道，江你后面那个小屋子，后面两只出来了，你看到了？哎、欸，他们不同队，给他们打，哎、欸、呦，少一只。那个最小间那间房子，最小间那间房子躲一个在后面。在叫，在叫，等他。
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有机会，我就躲到一楼那边。剩他，第一了，抓掉了。哦，开心，截图。截图嘞、欸。截图，躺着滴滴滴。截图，这可以截图吗？可以啊。那个 pink screen。哟，开心，第一次。没有，其实我本来想进那个小屋子的，结果没想到他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干还好我架枪等他，干、欸、我在那边等他，我一直在等他，开心开心。而且后面那两个好屌、哦，居然不是同队的。也要谢谢他们两个对打，他搞不好觉得我们是同队的嘞。好啦，漂亮，这一最后一场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开心开心，最后一场，开心哦。那还要打吗？你们可以看打，可是主播看看主播还要动主播还要玩吗？动主播没有要玩的话，你们玩啦、啊。我等一下要忙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截图处理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一下进来，等我一下。我小忙一下好不好？伯特，你还要打吗？我想玩，我还可以打，我还可以打。所以我们要重组吗？没有，不要，缺一个位置。大地先离队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离队就好了。对啊，再找一个啊。你们那个看聊天室啊，找一个人吧。我杀了有哇，你们杀几个人啊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我杀零个啊，开我杀关键性的一个哦，你杀一个、哦、啊，动我杀关键性的那一个、啊，我杀吃鸡的那一个，动图啊，一个都没有，大便啊，一个都没有啊，干你娘嘞！我有做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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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都酱油，白痴哦，我那个位置没有没有，刚好把那两个傻逼引出来，不是，对啊。有做事好吗？所以我他妈我杀九个啊！只有这个队伍，只有我在输出。我有输出哦，有你杀最后一个那个。有，对啊，关键性架枪，你走错，我还有没跟你走，我就架另外一边。我没有要关台啦，我只是那个。我最后因为动主播说，我前面我下面小房间一个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重点是你给的情报很好，你就叫我架那边，我就架住了，等他出来。不是重点是我以为我们是那个这、欸、一剩九人，我以为是要打两那个三团在打，就是打四团的、欸，哎、欸、五团的、欸、是五团的、欸，因为教堂掉一个啊，然后那个外面也掉一个，总共掉五团的人、欸，他们都是剩一个人呢、欸。干最后那两个，最后那两个超好笑的，干我被射，我跑下来，然后我看到那个小屋子里面一直在射我。小屋子射我射一射，然后他把我射倒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要跑圈跑出来，然后屋顶跳一个高楼跳一个下来，然后他们两个看了一眼以后开始对轰，然后我就趴在地上看他们两个对轰，难怪你刚刚说等一下让他们打，就叫我说让他们打，对、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是他们一个从门口走出来，然后一个从楼上跳下来，是贴得很近的那一种。楼上是我们刚刚原本那一栋的楼上，你们叫我不要上去的那一栋嘛，对不对？那一栋吗？对，不是吧？不是啦，不是对，不要上去的那一栋，不是从那边，但是这个情况不要上去，因为他是新手啊。我们要他要下来，他要跑毒啊。对啊，你可以在下面等他。你可以在下面等他。他如果要吃毒，他会下来。可是你上去的话，他就轰你啊！你在楼梯，你怎么打都打不赢他。你上去要他三楼可以跳下来，他跳下来只会弹一点血。你上去那个不会中风成智障啊！而且你刚刚站在窗户旁边，你差点死啊！你没有我知道你一个神救援啊，我看到了。因为你站的位置很危险啊，那个傻逼一直在瞄你。可能瞄不到，我有一直贴墙，好不好？我有贴墙啊。你们那个箱子会买到多少？我就一直买到底、啊，抽根烟，反正一直有钱。就买到底啊！你有杀人，他就钱会很多、哦。我一直有钱，我就一直买。单排赚很快啊！对啊，你也不是常单排，你不是我没有在的时候，你都在单排。所以我才问你会买到多少、啊？我买到三千五啊，什么的。好，三千五，两千一就四千二。是四千二哦，是哦，哦，那就四千二，我买到四千二。我也是买了4200，我就买不下去了，4200上下去了，好像有点贵。哇，那也抽不到好东西。可是可以对衣服重复。对啊，我先去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重组啊？再找一个。
是不是要挂凯特啊？我要挂凯特。就等一下，我刚跟人家有约。游戏吃鸡，现实吃。对，还要玩吗？是要等他退吗？他们也要退了吧？他搞不好直接走了，我们要自己重组。这样有办法组得起来吗？还差一个人啊！组的时候有邀有办法邀到吗？这边没人哦。聊天是没人哦。可以一起玩吗？可是我等一下要那个要出门，所以我应该是先不用玩。那如果你要玩的话，你之后还有再。所以现在是谁跟谁？大地还没退啊。他的他可以在一场是不是？他大地走了吧？那个大地走了吗？对，大地走了，可是他没退啊，我们缺一个。那我们要加 Steam 啊。没有啊，我要去。TRC 好，都有加，都有加，都有吗？我有你，我有你的，你有我的吗？有都有。啊、你有主播的哈，那我们离吧。有，离了。这样，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加过你？好吧，我也不记得我有加过谁。你开台的时候我有加过你耶，就随便他一路按下来。不看他有没有朋友？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上线啊，我直接点到底啊。我们要朋友。我们要找一个会带的，等一下。我刚问十三，他说不要，他没有大地，他不打。燕里，我燕，你看我都找 CSGO 的人 ，CI 我 CI。真假的，有人居然会说没有大地不打哎、欸。刚大地不是有个朋友叫尾鱼，不是要打吗？他好像是两点才能打吧？对，他不是说两点到三哦，两点到三，两点下班吧？你是问动主播？那你刚刚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。你问他吧，主播跟你玩，动主播跟你玩，动主播跟你玩啊，他不会排斥跟谁玩啊？趴着吃鸡耶、欸！但是前提是你们要问得到他。啊，趴着吃鸡。问到他。我有做事，还好，我有做事吃鸡开心。我做。但然后我不然等一下那个我截那个图，然后零杀，然后吃鸡。怎么好意思？怎么好意思？你告诉我。都不敢贴了。要保对。丢脸啊！不是，所以我。